调整已经反正过来，我们在正面编织的时候就全部是正针，三针平针织过来，这是第四次加针。左边这边加针，空加之后三针平针织过来，接着全部编织正针。第四次加针，左边这边空加针，这里是后片的位置。三针平针织过来，空加一针，这是第四次加针。空加针，这里三针平针织过来，第四次空加针，这是第一次引反的两针，第二次引反一针，第三次引反一针，第四次引反一针。好，这里领口的部分引反完成，把这边针数全部织完。这次引反针的一针，两针并为一针织过来。把记号扣取下，取下来之后，这里是门襟的针数，门襟的针数正反两面全部编织上针，线绕上来织上针。反面门襟这里织上针，五针上针织过来之后，线绕下去织下针。好，反面这里门襟的部分织上针，中间这个部分我们看见什么纹理就织什么样的纹理，反面看不清楚的情况下，我们可以把正面翻过来看一下。一板针织过来，好，到我们织平针的时候，反面织上针，正面的平针编织完成，线绕下去，中间三针搓一板针，接着线上线绕上来，平针的位置反面织上针。这里是中间后片的位置，全部是搓一板针，正反两面正针。这里是平针的位置，线绕上来织上针。
这个是中间三针搓衣板针。接下来这里是平针，先绕上来织上针。正面的平针这里编织完成，先绕下去织下针。我们前片同样啊，我们这边前片的引返针数完成，把这个针数，把门襟的针数全部织完。这个两针是拉引返针的一针，两针并为一针织过来。门襟的五针编织上针，线绕上来。把门襟五针上针织过来，先绕下去。好，这里全部是织平针。这里第一组的扇形花加针完成，接下来来编织第二组扇形花。第二组扇形花加针和第一组扇形花加针方法相同。好，把第一组扇形花全部织过来。好，编织到两根筋，第一次加针在两根筋的左右两边。空加一针上来，两根筋织过来。好，左边再加上一针，接着编织三针平针。这边的三针平针加上这一针加针的这一针，总的有四针。从反面织的时候，这几针全部编织上针。这是中间的三针搓衣板针。编织到两根筋中间的位置，空加一针，这是第一次，第二组花第一次加针，两根筋织过来，左边空加一针。这里到两根筋的位置，空加一针，两根筋织过来，再来空加一针。两根筋这里，两根筋的位置，空加针。两根筋织过来，再空加一针。这里到门襟的位置，线绕上来织上针。反面过来编织反面。门襟织上针，好，五针门襟织过来之后，先绕下去。我们反面编织的时候和第一组花型第一次加针编织方法相同。在正面两根筋左右两边加针的位置，前面丢三针平针，线绕上来织针针，织上针。好，三针平针织过来之后，这是空加针的一针，织上针。好，
中间这两针是两根筋。空夹针内针织过来织三针平针，接着把线绕下去织正针。好，这里是正面夹针的位置，前面丢三针织平针。好，反面织上针，这是空夹针的一针。好，两根筋，空夹针的一针，再织三针平针。好，反面再织三针上针。好，线绕下去织，这是后片的部分，全部编织正针。这一针是空夹针的一针，空夹针前面的三针反面织上针。空夹针的一针，两根筋，再空夹针的一针，织三针上针。好，线绕到下方。好，平针。线绕上来，三针上针，空夹针的一针，织上针，两根筋，空夹针的一针，三针上针，线绕下去，这里，这里这个位置全部编织正针。门筋五针，线绕上来织上针。好，翻过来。